好，来，国内防疫的措施大透白，丁南江嘛来宣布，这个礼拜是大家嘛都要起价来调整。台大公卫学者认为，因应着病毒，伫个秋冬可能会阁再来哦，所以开始这个调整要赶紧来举办，唔通阁拖落。啊，伫这个调整的过程要安怎做好着防疫？专家嘛提出着叮咛。社交距离是所有我们要防治的第一要务，总大群的机会是特别要注意，就是说保持距离、勤洗手、戴口罩，然后固定，最后一个就是 no touch， 过程里面使用的物件少摸。公卫专家来提醒，大型的宗教活动最好保持两公尺的社交距离，若无至少嘛要一公尺。啊，了解的过程当中，唔通去摸咱的嘴、目、鼻，嘛唔通强食，要做好自我的防护，才会当真正保平安。